你好，欢迎收看《纪录新发现》，我是张瑞玲。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酱油的故事》。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饮食相关的物品，从古到今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尤其酱油更是华人料理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为菜肴增添了各自独特的风味。酱油是厨房不可或缺的调味料，它的风味、用途，或许多数人都很熟悉。但酱油到底是如何产制出来的呢？酱油的发明不但表现古人勤俭的习惯与珍惜食物的美德，更展现中国人使用添加物、善加保存食物的传统智慧。色香味俱全的料理，酱油常负担着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往往些许分量就能烘托出主要食材的美味。有些味道浓稠咸香，有些强调清淡薄韵，各有各的爱好者，做法、用料，甚至产制过程也是各有千秋。荷包蛋已经围焦，正在煎蛋的钟妈妈却在起锅前又特别用酱油膏淋在荷包蛋上，一瞬间锅里的热度让酱油的咸香味涌现，再与蛋香结合，这道家常点心顿时美味十足。而钟妈妈这道酱油煎蛋，正是儿子钟正达从小最爱吃的妈妈味。我们小时候小朋友都有时候会挑食嘛，那只要我妈端出酱油煎蛋那一顿，我们就觉得会吃得非常心满意足。那有时候妈妈不在，我们就是自己去把酱油膏淋在饭上，那一碗饭也可以吃完。钟妈妈笑说，她从小就是酱油的爱好者，也因为爱酱油这个味道，甚至还嫁给了西罗地区知名酱油公司的第三代传人。因为我本身做一只导游，我吃什么都用问导游，馒头也可以，玉米也可以，番茄也可以，所以这些朋友都跟我问说，我哪只爱导游？对啊，就因为爱吃导游，所以过来吃。三十多年来，钟妈妈与先生努力打拼，坚持要将自家酱油的味道传承下去。但是从事产制酱油这一类的食品加工业并不简单，往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和时间细心照顾。做生意不简单啦，你要做这些，说真的，你就是三更半夜你就是爱起来，你做豆你看那辛苦你都爱在拼，你因为我的豆你现在在加的时候，你一礼拜来在发酵，你可能要搞好吃，你搞不好吃不行，那一礼拜来你就是早晚半夜你都要去摸。现今
钟妈妈家的家传酱油不但受到云林西螺地区民众的欢迎，在台湾他们更是每年黑豆酱油产量第一名的酱油公司。在钟妈妈家制作酱油的现场，有一股扑鼻而来的黑豆香，与红豆香味有点类似，会让人感受一股甜味。经过高温蒸熟的黑豆原料，酱油师傅们正快速地分批翻搅，等待这些黑豆冷却，准备撒上菌种。将菌种和黑豆搅拌均匀之后，将进行制作酱油最重要的步骤，制曲。制曲的话，没有制曲成功的话，豆子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等于是你没有发酵完全，豆子是坏掉的。所以制曲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其实温度是夏天比较好控管啊，夏天大概温度如果都有平均30度以上的话，比较好发酵，就不用靠外来物了，就单纯这样子自然发酵，窗户关起来就 OK 了。啊，如果冬天的话，就要靠那个电暖气啊，还有布袋来帮它加温。西螺依旧艳阳高照，气温闷热。这间发酵室目前的温度已经超过40度，高温多湿的环境正好适合曲菌这一类的微生物生长发酵。发酵都是在发酵7天，原本是黑色的嘛，然后就变白色，然后就完全变成黄色，完全黄色就是代表已经发酵完全了。曲菌的最大功用是透过发酵作用产生酵素来分解黑豆里的蛋白质，之后变成氨基酸，而这些氨基酸便是酱油鲜味、甘甜味的来源，就像酱油广告中所谓的醍醐味，曲菌正是创造这种多层次风味的功臣。而每一家酱油味道差异的关键，就是在于曲菌的不同菌种。黑豆酿造的酱油是台湾的独特风味，制作据点大多分布在台湾中南部，一般普及的名称是黑豆印油。而造访传统古法酿造的酱油工厂，往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眼前这一缸缸的陶瓮。原来制曲后的黑豆经过洗曲后，会被放置到这些瓮缸中，持续发酵大约30天，然后酱油师傅会再加入盐巴防腐，接着进行下一阶段长达120天的腌制期。这段期间，为了维护品质，酱油师傅还必须不时地亲自巡视，了解这些瓮缸里黑豆的腌制状态。加笋南根啦，来加笋南根，看伊发酵的情形是怎样子的。除了发酵率会
像你拄只有个用手去调节啊，还是有点有啥物？后来因为热天足热着吼，伊会热胀啊，就要把它压下去，才不会那个汤汁啊跑出来啊。主要是要看伊发酵过程中是不是较顺利的，啊无够是不是还佫加，是不是还加盐？嘿，重点是顶罐迄层盐要有砍掉较卫生啦，较袂顶罐的豆啊较袂害去啊。本身是澎湖人的酱油师傅许顺平，以往从未接触过古法酿造的酱油，直到七年前来到西罗钟妈妈家，学习酿造黑豆酱油的技术，才了解这个行业的辛苦。以前我拢唔知影，迄是来到这个所在学着这个功夫，才知影讲哦，原来做豆油这辛苦，完全拢爱手工，拢爱顺。但是你讲你伫病，对吼？嘿哦，你讲你拢食化，拢食化学诶。啊，有差无？感觉有差。有差，食起来较，伫遮食是会豆较干啦，啊，伫遮化学是较死咸啦。嘿。第一届食着因兜诶豆，嘿，还会记你迄种感觉。感觉，就是乌豆仔芳味啊，我阁会记诶，个乌豆仔芳味，咸甜安尼。我感觉卫生啦，啊，搁重点是讲伊较天然啦，无讲淋一寡有诶无诶吼，食起较安心啦，安尼啦。正达，看一下酱油，今天煮的是那个蓝极酱油。蓝极够味吗？够味。颜色可以，油配够三分之一。好，这样子就好了。好，谢谢。我们家酱油，我印象就是非常的香，非常的甘醇。那我吃起来就是家乡味，就是这么的美味。那我去到外地就觉得，不是咸，然后就是味道很奇特，很奇怪，然后就是。它感觉出来就不是那么的道地，有点化学的味道。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家乡我们家的酱油这么的好，可是我今天我在台北，我居然看不到我们家酱油在台北贩售。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主因，促使我回来卖。钟妈妈与先生。目前已经把酱油公司传给第四代经营，年轻一辈谨守着长辈对味道的坚持，同时在制作酱油时也很注重食品安全与卫生。那我们着重在最后，我们杀菌必须符合我们现在的卫生规范。那我们最后检验出来，我们卫生局也是会来抽验，我们也会主动送给卫生局。那卫生局检验还不错。我们杀菌基本上是80度左右，那大概是15到20分钟。这个商业杀菌，这个玻璃瓶它的热穿透会比较好一点。严选整颗黑豆，粗盐加上浊水溪的水，以及钟家人制作酱油的用心，这些元素历经时间的淬酿。终于显现出这一滴滴琥珀色的液体，这是酱油原汁原貌，后续再经过调味烹煮，就成为这一瓶西罗在地好味道的黑豆印油。在西罗的钟家认识了台湾古法酿造的黑豆酱油，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比较熟悉较常接触的应该是市面上贩售最大宗的豆麦酱油。拥有营养师背景，又曾走访台湾各地探查酱油味道差异的徐仲，从酱油的发展历史看出了端倪。为什么会有豆麦酱油？为什么会有黑豆酱油？那对我而言，从历史来研究，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人其实不应该碰
豆麦酱油，我们应该是黑豆。但是在日据时代，日本人吃不惯我们的黑豆这个口味，他们就把豆麦引进台湾。那从很多文献来看，近100年来研究这一个酱油研究的最透彻的民主应该是日本，不再是中国，因为他们用很多科学方法，为了提升产量，为了让品质稳定。那当他们把这一块放进台湾的饮食文化中，当他们离开了台湾，台湾很多人就那时候在思考，好，我们要酿酱油，我应该选择豆麦还是选择黑豆？这就变成一个台湾酱油的分叉点。因为日本呢已经研究出如何大量制作，所以使用豆麦的都是能够大量制作，机械化、工业化来制作。好，那黑豆的它没有办法，还是纯天然，就是我们一般用干呕。好，那其实你要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没有什么好或坏，这只是你要的味道和你制作的方式的差异点。来到这家已经成立了75年，专门生产豆麦酱油的酱油食品公司，其中的酱油博物馆区正在进行 DIY 制作酱油膏的体验活动。好，那我们现在把酱油倒在锅子里面，让它慢慢的烹煮哦。来，这个麻烦你把它倒下去哦。那接下来旁边这边还有一包，这个就是我们金兰自己做的糯米粉，还有砂糖在里面。我们把这糯米粉跟砂糖好倒在这个水里面让它搅拌，因为里面有砂糖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砂糖搅拌融化了之后才能倒到加热的锅子里面。然后来，那如果砂糖已经搅拌融化了之后，我们就把它慢慢倒在锅子里面，然后它就慢慢会呈现出一个化学变化，让它变成稠状的。透过体验课程发现，原来市售的酱油膏是由酱油原汁加入糯米和砂糖调制而成。而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令人觉得新奇的体验，试吃酱油冰淇淋。原本以为会冲突的口感，酱油的咸味加入牛奶和糖适当调和后，反而产生了绝妙的滋味。这家以纯酿造豆麦酱油闻名的公司，其实当初创立者是经过转业过程才发展酱油产业。日据时代其实到接近到光复之前哦，其实整个台湾的生活上也是很困苦，因为二战的关系。当时的创办人中帆先生本来其实有做一般酿酒的工程，后来他有想过一个问题，他身为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所以他想说是不是能做一点实业，创造多一点工作机会。所以后来他就取得一些技术之后，他就准备开了一个另外一个产业，就是酿酱油。不同于黑豆酿造酱油，豆麦酱油主要采用的原料是黄豆与小麦，两者各有不同的主要成分与作用。豆麦酱油这一块的话呢，它是利用黄豆跟小麦。那黄豆最主要是蛋白质的来源。那黄豆的话，它如果它成分比较高，蛋白质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当然最终的产品它的发酵的蛋白质也会比较高这样子。那小麦最主要是利用它的在糖那一块。那到后期的时候，就是它会产生一些酒精哦，那其他的一些多元分的这些风味的来源，然后一起变成所谓的豆麦酿造的酱油。这家酱油食品公司是以 GMP 食品制造标准，采用大型机器设备来酿造豆麦酱油。
像是发酵槽就有112座，每一座完全装填的容量高达120吨，而且以恒温控制，确保豆麦酱油风味的一致化。要恒温控制，最主要是在于它酱油呢会随着你温度的高低，而且颜色有变化，那香气也会有变化。比如说，可能有一点点焦香味，或是颜色变得很深，那可能厚实感变得比较重。那在控温的部分的话呢，是根据我们自己本身试验的一些经验啊，那我们再去调整出最适合的温度。那在这最适合的温度，我们持续下去的话呢，它颜色也不会忽高忽低，那它的香气还有它的那个酿造的风味也会随着我们这样子温度上的安排呢，有一定就是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水准。若大略比较，豆麦纯酿造酱油与黑豆酿造酱油的制造过程，两者从原料、制作方式、步骤流程和工具都有极大的差异。不过，曲菌的培养、运用微生物发酵分解蛋白质而产生独特的风味，却是如出一辙。我们是需要经过3天的制取，那制取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曲菌，我们发酵酱油最主要的曲菌来生长在那个黄豆跟小麦上面。那生长了3天过后呢，其实最主要我们要拿的是它的酵素，我们是利用那些酵素呢来切蛋白质变成所谓的氨基酸。那氨基酸这种东西，它就会有特殊的风味，尤其是在鲜味这一块。所以当你用的曲菌是不一样的话，你做出来的氨基酸的结构比例也会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了各家酿造出来的香气、风味哦，还有它的鲜味程度都有差异性这样子。除了曲菌会影响酱油的味道，每一家酱油厂商后续添加的独特调味配方，像是加入适当比例的水、砂糖、甘草等天然物质来调和咸度，也是酱油是否美味的重点。时至今日，酱油不但品牌多样化，更因消费市场需求而开发出许多创新的口味。如果说今天我们想要研发，比如说比较不同的酱油，比如像我们也有五谷酱油，还有薏仁酱油，那可能从原料端开始做改变的话，那我们研发这边也是要从酿造端开始就开始一直试验，一直试验，包括它的整个总氮啊，还有它的那个氨基酸的结构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做判别，然后看它的鲜味感的呈现啊，还有风味的好坏，我们都要必须经过严格的评判啊，然后去品评，才会确定说我们最后的这样子的产品。这样，在酱油多元化发展的现今，其实最重要的根本还是在于制造出安全卫生的酱油原汁。好的酱油原汁不但可以在料理上提鲜增味，还能用来制作酱菜。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中国人所使用的蔬菜保存法。透过酱油的腌制，蔬菜瓜果不但得以保存，也创造了新口味的酱菜食物。我想应该对于华人或亚洲人来说，其实腌制这样事情应该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有一定的观念。特别是其实早期啊，大家也知道生活比较艰难的时代，经济还刚刚要起飞的年代，那个年代其实购买酱菜几乎是每一家的人在厨房里面都有的东西。现在来说也许都改变了，你可能一天两天去个买个新鲜的食物，菜场 OK 很简单，以前不是这样。所以对于每一样食物的保存，每一样食物让它能够好吃维持原味，但是让它有那样甘甜的感觉，这变成我们在发展酱菜上的一个其实当初最早的一个想法，能够把好的酱油，然后把好的酱菜放进来，至少不要只是说像更早期用盐啦，只是这样洗鬼这样子的东西。
吃吃看哦，皮蛋豆腐、凉拌豆腐哦。哇，有好吃的耶！有什么好吃的、啊？哎、欸，甜碗哦，甜碗来吃看麦哦。去拿碗筷。好。哎、欸，有好吃的哎，我也要吃。好，来来来、欸，大家拿碗筷过来哦。你吃更多。好，嗯、谢谢。嗯，好吃哎，什么做的、啊？嗯，好。哎、欸，你有吃到什么味道吗？有。猜猜看，我放了什么？锅皮辣椒。嗯，还有嘞。有一点辣辣的感觉。嗯，还有什么？怎么有一点点香菇的味道，对不对？素蚝油哈，哦，香菇素蚝的味道、嗯、啊，加了我们的素蚝油，对，加我们香菇素蚝的味道，蛮好吃的。哇，这样子的搭配真的很赞哎，很好下饭哎。嗯，对啊，酱油不能直接用喝的，一定要透过蒸、煮、炒、炸，它吃了它的真正的味道。我说我们酱油很博爱，它不会勾多勾辣哈，它是一定要跟人家分享，才有办法吃出它的好味道。一道成功的料理需要色香味俱全，而酱油这项调味料最大的功用正是可以让料理从色泽、香气和味道三方面都满足人们的感官。色香味这个部分呢，哎，这个颜色部分，我们这个卤的东西呢，哎，今天它卤的部分，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偏白的颜色，然后经过酱油或印油去卤味，卤过之后呢，它有一个酱色的部分会附着在食物上面，第一个会达到那个食物的一个观感的一个效果，会比较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哈。那味的部分呢，它本身会让食物的一些的。的风味会增加它的鲜味，所以整个是有加分的效果。专攻素食创意料理的主厨李耀堂，不但分享他运用酱油入菜的经验，更示范了一道简单易学的凉拌野菌菇。眼前这一道菜的部分，它是属于是凉拌的哈，它不是经过高温的锅子下面去热炒的，它就很简单的是把这个所有的菌菇类去穿烫过之后呢，然后加上简单的印油跟香油，一点点的味淋拌一拌，就直接可以上盘的。酱油在这一道菜的部分呢，就是让它的菌菇里面调味之后，它会带了一个提鲜的动作。然后增加一点点的琥珀色的色泽，让这个食物看起来就更加的美味。享受酱油为食物带来的美味之余，消费者也应该了解，其实酱油还需要善加保存，才能确保卫生安全。纯酿造的酱油产品大多不会添加防腐剂，但是多数家庭主妇买回家使用后，却往往忽略应该如何妥善保存，以避免产生发霉的问题。在安全卫生这一块的话，一般来说酱油它本身的盐分就比较高，所以它就有先天性的比较好的一个保存条件，就比较不容易坏掉。可是相对的，它在蛋白质那一块总氮也是很高。那总氮高的话呢，当然是它也是很营养的。那很营养的话，我们还是会比较怕说，哎，有些消费者他可能放在锅边，那我们每天这样子炒菜的话，它一直都是哦时冷时热的这样子，然后温度又高，相对的一些空气上的落菌就会有滋长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消费者最好还是把纯酿造的产品放在冰箱，因为它毕竟是不含防腐剂的。市售的酱油种类口味琳琅满目，但要如何挑选一瓶食用安全无虞的豆麦类酱油呢？首先要认识两个食品标章 GMP 与纯酿造。食品 GMP 的标准可以让它告诉你这家工厂制造的过程，它是安心无虞的，它是有品质规范的。所以其实我们先看到上面有食品 GMP 的标章。第二个是特别在酿造品的部分有一个100%纯酿造的标章，它是一个八卦形状的标章，上面写上纯酿造，这也是代表这样产品是经过纯酿造。以酱油来说，纯酿造的酱油至少经过4到6个月的发酵，不会用任何的香精啦、防腐剂啦或者其他乱添加，它天然的氨基酸香味就可以符合一般人食用上的美味跟安全还有健康，所以纯酿造标章也是非常重要。而酱油专业人士徐仲则是建议消费者在品尝之前可以先用嗅觉来判别手中的酱油是属于纯酿造还是化学速酿酱油。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闻。好，那如果速酿的它会有一种这种味道会让你不舒服，刺鼻的味道，所以后来我就在思考说，使用酱油这个因素是要它的香气，香气很重要，可是我们一般打开酱油在使用酱油，很少人会拿来闻一下，所以这是我在研究酱油的过程中发觉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不一样的地方。近来因为许多民生食品的安全频出问题，让许多人警觉到经常使用的酱油会不会有问题，而最值得提出讨论的就是透过化学方法酸碱中和所制造出来的速酿酱油，又被称为氨基酸酱油。化学酱油比较大的问题是黄豆里面有油脂，那这个油脂它主要是一种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我们如果用水解以后它会形成所谓的甘油，那甘油又称作叫做丙三醇，盐酸遇到丙三醇以后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叫做单氯丙二醇，就是一个它的醇基被氯给取代掉了，就叫做单氯丙二醇。那这种单氯丙二醇目前了解是可能有致癌的疑虑了，但是还没有被证实，可是至少我们已经了解说它对我们的肝肾都有一定程度的伤害，那这是化学酱油无法避免的一个成分。所以目前这个卫生署它有要求说是我们在酱油里面不得高于1 ppm，一个 ppm 就是百万分之一啊，100万份里面只准有一份单氯丙二醇的出现。那以这样的标准来讲，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就非常的低。实验室里，专精食品科学的陈胜明博士特别示范如何制造化学酱油，并说明原理。酱油我们除了用酿造的方法来做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盐酸，然后来分解我们的黄豆。那用盐酸分解黄豆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缩短整个制造酱油的时间，大概3到4天我们就可以做好。那你如果用纯酿造的话，可能就要耗时3到4个月。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首先让他先用盐酸分解，分解之后呢再来酿造，这样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到差不多1个月左右。我们首先可以先把这个榨过油的这种脱脂黄豆啊，这已经干燥过，然后就把它加到分解瓶里面去。那这边呢是盐酸，我们用18%的盐酸，那这个是比较浓的。那这样做的话，大概在4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氨基酸。原来盐酸可以像曲菌发酵一样，分解黄豆里的蛋白质，以取得影响酱油口味的氨基酸，却更省时省力，售价也更低。然而若与长时间酿造的酱油相比，就缺少独特的香气和风味。
所以你用曲菌，这是酿造的，它是可以把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我用化学的盐酸，我也可以把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所以这两个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到一样的成品，只不过是说酿造酱油里面用的这些曲菌啊，它不是只有剪刀而已，它还有浆糊，它可以把一些不同的物质又再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制造出一些新的风味。所以酿造酱油来讲，它有比较多这个多层次的风味，可是化学酱油它就没有那么多层次的风味。那个50公升的油皮全部加下去，好，然后等再来测一次粘度，测好之后我再来决定说糯米浆要加多少。好，全部都加。他是高振梦，从小也是在酱油瓮缸边长大，父亲高勤先生创立了中部知名的酱油厂牌。原本继承父亲事业的高振梦，却在40岁那年因为家人生病罹癌，到最后往生。促使他重新思考如何制造出以健康导向、不随意运用添加物、增添鲜甘味的酱油，而这个有机酱油的新品牌正是他过去10年的心血结晶。酱油从小我们在制造的时候耳濡目染，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味品啊，当里面有添加甘草啦，或者是说一些调味料啊，像核苷酸的调味料或是氨基酸的调味料，可是当我有机会重新来过的时候，我认为说为什么我们不做一瓶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酱油。高振梦酿制有机酱油是以传统的酿造经验为基础，运用在新的器具和仪器设备上，像是为了保存有机原料的新鲜度，高振梦还特别设计低温除湿的仓储空间，放置黄豆、黑豆、小麦和糯米。因为哈，我们这个有机原料农民栽种不容易，好，那天候也变化这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惜它。好的，有好的原料，当然做出来的成品那就是会比较好。但是台湾的气候呢，是属于温度比较高，然后湿度也比较高。所以在这种除湿型的冷藏库呢，可以让这个原料呢确保说不会再滋长黄菊毒素，这是最重要的。原料的新鲜度当然就是品质的保证。也因为注重健康观念，高振梦对于酱油产制流程在卫生安全的要求也很用心。譬如他将传统竹杆改良为不锈钢材质，目的是为了方便清洗与杀菌。水是采用过滤水，制作步骤的相关温度透过机器管控。除此之外，高振梦还有一个微生物实验室，专门用来培养豆麦酱油发酵用的酵母菌，和测试每一批酱油里的生菌数，希望达到越少越好的目标。像我们有机酱油也一直强调，就是说不能加防腐剂，所以呢，我们每一批酱油我们也是都要做好微生物的管控，也就是说做好生菌数。了解说每一批的品质是否稳定，这个部分是自主管理的。纯酿造酱油，因为它还是跟曲菌有关系，那曲菌就是一种生物发酵，那生物发酵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的时间很长，可能要到3-4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杂菌的混杂，
那不同的菌它会有不同的产物出现，那这里面我们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像黄曲毒素啦，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的杂菌，它制造出一些对我们人体不好的成分出来。所以酿造酱油它还是必须要控制好它这个曲菌的纯度，不可有杂菌混杂。尽管从头来过，但是生命已经跟酱油事业密不可分的高志梦，用认真和踏实的态度严格把关自家生产的有机酱油，目前已取得德国和台湾的有机双认证，而他更常常花时间在自家工厂或是有机商店等场所，向婆婆妈妈们传达酱油不添加人工化学物的好处。像今天来了好几位妈妈，她们将要体验酱油为何有鲜、甘、甜等等所谓醍醐味的来源。这个是有豆香味，虽然有咸一点，可是到后来会有干的感觉，有干的感觉。嗯，你们好，品尝的怎么样？好像这个比较甜一点，比较会回甘，回甘，嗯，好回甘的感觉。那个左边那边那个是比较，也有甜，中间那个是最甜的。嗯，我们感觉是这样子，是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跟报告的就是说酱油啊，它的一个有没有加调味料的一个口感一个比较，我会做一个小实验，然后跟大家来分享。那我现在先拿那个不加调味料的有机酱油，那我们先品尝一下天然的这个酱油。它不加调味料的话，刚入口的时候是比较咸一点，可是慢慢的到了这个喉咙上会回甘。尝一下，豆香味很重。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把这个酱油倒下去煮，然后一边煮一边加一些调味料下去，再让你们品尝一次，这样就可以区别说有加调料跟不加调料的口感。调酱油的颜色有红橘色素跟焦糖色素，那我们天然纯酿的酱油我们有八九个月的一个酿造期，所以这两个我们就不用再加了。那增加鲜味的方面就是有加核苷酸，还有甘倍素，还有氨基丙酸，还有氨基乙酸，好，这个都是氨基酸跟核苷酸，它最主要是可以增加酱油的鲜味。可是我刻意不加味素，那刻意不加味素，我们就是一样可以达到它的一个鲜味。那我现在开始加这些氨基酸跟核苷酸。其实这些合成的调料它都是闻起来都没有味道，但是添加下去就好像是清清如水，像鸡汤，你们可以闻看看，它是没有味道。这个核苷酸最早是日本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发现在香菇跟昆布里面含有微量的核苷酸，它跟味素加起来就会它的鲜味会一加一大于二，所以会产生高鲜的效果。好，但是太贵了，因为含量很少，所以就用半发酵合成才可以大量的制造。
些都对人体有害。我没有这样讲，所以我们说应该要有一个标示制度，让消费者来选择。那我们现在就像刚才这样来品尝，品尝它的色香味，经过调味之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比较不会那么咸，可是对啊，有一点甜甜的。不会，比较味道就很重哈。那再给它喝一点，看看。很好喝哎。对，加过调味料就非常好喝啊。对，第一口它就很好吃，闻的味道比较五味杂陈。对，贵的宽米。嗯，你好闻哎。对啊，好闻。这调的功力，调的功力也不错哈。对啊，就是。所以。这个调味学，它调味的目的就是这样，让你吃起来就觉得比较可口。但是天然的话，其实是比较难达到这个效果。可是我想说，如果做酱油的话，尤其是有机酱油，既然是强调天然的话，我想这些应该都不要添加。天然、有机还是人工化学？舌头往往需要正确的知识来引导，才会选择到一瓶健康、美味又能让料理加分、安全卫生的好酱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在消费者本身的观念哈，所以但是我们制造业者应该把它标示清楚，让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明白的告诉他。油既令人怀念传统的滋味，同时也面临新时代的挑战。能永久传承并为人们带来好滋味的酱油，首重制造者对于食品的态度与用心。而不管消费者独钟哪一味的酱油，先仔细辨别成分与标示，确认卫生安全之后，再选择心目中喜好的酱油，才能享受充满美味又有益健康的生活。让食物更美味。看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想来点什么小吃，配上香醇甘甜的酱油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湾酿造工会的张淑珍总干事来跟我们聊聊酱油。总干事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知道是这个酱油其实分为是纯酿造还有素酿，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用曲菌或者是盐酸来分解黄豆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想知道是曲菌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对不对？是的，基本上我们要有三个重要的口诀。第一个是曲菌啊，第二个就是酌，就是我们的要有料理人他来怎么样的搅拌哈。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火入，那这个火入很特别，就是调理，就是最后段的调理这一块。所以你看酱油曲曲菌，它要我们要筛选曲菌的时候，其实它基本上我们要有三项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比方说你这个酱油曲是不是是好是坏，是不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后续。你看现在看到很多酱油其实种类非常多，那在制曲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有好的曲菌，好，这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说曲菌它本身发芽率，你假如发芽不出来，我们想你在制曲的时候就怎么这些曲菌都在睡觉啊怎么都不起来，所以它跟温度湿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酱油这个微生物的发酵是一个很有趣的。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有来看一下哈，我们酱油酿造其实有几个那个酿造的过程，那其实跟原料有很大的区隔。那原料的部分我们比方说有小麦、黄豆，那还有当然还有黑豆。
那基本上都是要经过，比方说小麦是要焙炒，那黄豆为什么一定要蒸煮？黄豆很好玩哦，你假设没有把它蒸煮透，我们的曲菌是进不到那个黄豆里面的。所以这么一连串的过程的话，你不要小看小麦黄豆这样蒸煮完，配合上我们的刚刚讲的曲菌种曲去发酵，然后发酵完以后，我们整个进到我们的下槽。所谓下槽就是说我们的下缸，像比方说瓮酿的是不是一个缸一个缸，那我们就是进到那个缸里面去，让它慢慢的用曲菌，有的曲菌会听音乐，有时候像他会听那个莫扎特的音乐，很特别哈。真的吗？真的啊，他可能放土耳其进行曲啊，或者什么的等等。我觉得是我们做酱油很有趣的地方。那当然是碰到酱油的部分，我们还有包括就是像一些发酵熟成啊，一点一滴其实都不能让它。都是要非常小心的。今天其实看到这个总干事带来这么多的酱油，这一般人其实会认为说酱油不就是酱油吗？不就是黄豆酿造？原来还有分这么多啊！那总干事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啊，一般酱油黑豆、酱油膏、薄盐、淡色，那它其实都有它原料的不同。比方说我们黄豆、小麦是不是就一种？然后黑豆是一种。但是我假设黄豆、小麦。再加上黑豆呢，比方说，像这一支，这支酱油它就是三种。那还有一种叫做黑豆，我们是黑色嘛，黄豆是黄色，所以有时候黑金、黑金，那就是黑豆加黄豆。那当然各自有它的营养素存在。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你们在选酱油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说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它里面的材料原料，比方说是小麦黄豆啦，或者是黑豆，那也从这个部分来了解。总干事，我好奇的是，您说酱油分这五大类嘛？那在挑选的时候，究竟譬如说它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因为我现在这样看的话，其实每一个的颜色其实真的是不大一样。我们单独看到会觉得说酱油不就是长这个颜色，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看才知道每个颜色还不大相同。好，那究竟？民众在挑选的时候，譬如说想要什么口感，是挑什么样子吗？或者是怎么样的挑选呢？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到卖场，就是说直接拿回家。像你拿回家，你可能可以看一看颜色是不是这样。你可以像比方说，你尤其你倒到大一点的盘子里面，你给它倒过来，你看这个倒过来的酱油，它是不是有点油油的？是，好，会滑动的感觉，而且它颜色。它是琥珀色的，大概制造的时间都很短。就是我所谓说制造，就是说比较新的酱油，有时候你放久了酱油，它颜色会变深。那变深，因为是我们酱油里面的原料，主要就是黄豆、小麦之外，我们还有糖或盐。那因为盐巴对于酱油它是曲菌的选择，会促进它避免防腐的效果。那糖的部分，它就是。我们的那个会转换成葡萄糖，会有一个香气和甜度口感。好，总干事，我刚刚其实想问的是那譬如说这五大类，它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哪里？它的区别其实，在国家标准，它因为它种氮有不同。对。然后它像比方说酱油膏，它是不是粘稠？对。它因为有加了糯米粉，对，或玉米粉，对。那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酱油膏只有在台湾有。像日本它也没有，因为我们台湾有沾的文化，那因为也有健康的需求，所以才有所谓薄盐酱油。对，那薄盐跟淡色的区别呢？薄盐它主要是盐少啊，对。好，那淡色呢？淡色是颜色，它的种氮是没有差别，它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它的那个种氮是没有什么差别。您的意思说吃起来是没有差别吗？所以吃起来咸度没有差别，它只是纯粹就是颜色长得比较淡。对。那为什么要做颜色比较淡呢？因为如果既然味道是没差别的话，你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欧甘拉爹导游。那欧甘拉爹导游就是说我当我颜色放久了以后，我颜色是不是很深？它或者里面做的东西好不好，其实你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酱油里面有加一个叫做焦糖色素，那焦糖色素就是把酱油配成大家颜色都一致，那你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好的酱油、坏的酱油，其实都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
现在大家健康取向嘛，健康取向就我这个就不加酱色，所以颜色就是原色，所以它就是比较无添加嘛。它没有添加酱色而已，也可以说无添加。其实像现在有一种叫做无添加的哈，无添加酱油的部分，它只有四个原料。哦，一个是水一定要嘛，嗯哼，那黄豆，嗯哼，小麦，嗯哼，还有盐而已，嗯哼。好，那我们看到酱油种类这么多，其实让我想到的是，其实提到酱油就会想到西罗，说这个西罗盛产酱油，那究竟西罗的酱油是有什么特色？云林地区的酱油它的特色，其实因为它是闽南，我们你知道，在康熙时代，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闽南它从进到台湾的时候，当初他们为了要生存生活，所以开始把闽南这种酱缸文化。酱缸文化，我们不是放到缸底，然后把它做成酱油卖。这是其实是台湾酱油最早的时候进来是这样。然后接着我们日据时代不是在1945年前还没有光复前，那日本它有一个管制，所以有一个酱油的统制工业的那个算株式会社。那株式会社，我帮你统制，那你会不会做酱油？不会啊，不会怎么办？很简单，我教你做。那当初的云林县的部分大概就有虎尾啊、斗六啊这几个点，那几个点我成立一个虎尾的统治株式会社，那我把大家集合起来，酱油厂集合起来，我教你怎么做日式酱油。那很好玩，你看日本酱油是把中国的酱油发扬光大的最主要的一个国家，它有300多年的历史。那300多年它把黄豆跟小麦是主要的那个制作方法。那为什么现在的之前日式酱油的价格也会比较平实的原因是，它制造的时候是机械化，就是我用传统的方法，科学的管理。这样，比方说，我在1945年以后光复以后，整个台湾的百家争鸣，民营企业通通出来了，对不对？那出来的时候，假如说我会日式酱油，我就投资设备，那我是开始做我的大量生产，我可能一次做1000打，那很不好意思，你这样做你只做100打，那我是不是你的10倍的量？那我当我十倍量，我就可以把价格，台湾的酱油的价格压下来。那你假设一瓮做，可能我们的时间最主要，天然酿造有一个缺点是品质不稳定，因为你要靠天吃饭。但是在西罗它就是保持下来，它把两种文化都留下，一个日式的酱油，还有西罗它本身从闽南进来的瓮酿酱油保留下来以后，到了1955年，我们台湾很多外省籍也都进来以后，那政府就在大都会区办很多展览。那西罗那时候丸庄酱油的前身，他就打着西罗名号，就是说，哎，西罗名产就是酱油，所以就有西罗酱油的这个名称。好，那我想帮这个民众问的是哦，究竟我们这5类的酱油有没有说特别适合？譬如说，有的人要蒸啦，有人要卤啦，要来拌啦，怎么样配什么会比较好呢？蒸、煮、炒、炸，其实像蒸来讲，因为想嘛，鱼你要蒸，是不是颜色就要淡？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淡色酱油，因为我鱼总是本身它原来就很鲜，对。那不然的话，其实刚刚讨论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比方说我有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就这个了。对，这个是一种选择。其实我也觉得每一种都可以用。为什么你知道？我都会把酱油加上一些开水，我们把它调稀一点嘛，调稀一点，不然的话，那有肾脏功能问题的人，他是不是其他产品都不能使用了？所以你看，因为酱油的盐度是大概16%到18%，那薄盐大概是12%以下。那我假设我把18%除以2，我用一半的酱油，一半的开水，哎，所以我觉得这又是多元化的选择就对了。你也可以用黑豆酱油啊，所以不那么限制。但是黑豆对于卤东西，它是越卤越香。啊，那沾的话，我们都建议，假如说好的酱油其实颜色很容易上，那也可以用一般酱油或酱油膏。哦，好，那我们学到卤的话，这个黑豆酱油。对，好，
好，那另外的话，其实看到酱油，其实原来酱油还有分什么一般的酱油跟湖底油啊，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而且我还看过有什么老抽啦，有生抽啦，这些又是什么呢？缸底油，比方说你一个我做成酱油草或者是我的缸，在底下层的，我是不是湖底或缸底？底下下层的部分，我把它取出来比较浓缩的部分，那我做成湖底油。那像这一支湖底印油，然后它加上。你刚刚还有一个就是油膏怎么做出来的，油膏的部分它加上糯米粉或者是玉米淀粉，好，那其实真正酱油的精华是在后段的调理那一块，那把它经过调理完以后，它做成了湖底油。那像印油，我想很多人想说印油又是什么？对，印油其实就是瓮缸，它也是一样，因为印嘛，印型啊，我不晓得像那个豆豉就是印米型啊，那印米型啊，因为它被盖住嘛，盖住以后封在里面的时候，它的一些一颗一颗的，像你看哦，黑豆做成印米型啊，你看它会膨胀大概两倍半，当它变成大颗的时候，我就觉得直接配饭，因为以前古代哈要买到印米型啊是非常贵的。湖底油还有这个印油跟一般的酱油品尝起来它不一样在哪里？湖底油其实有黄豆的，也有黑豆的湖底油。是，那是印尼来讲，一般我们台湾都是因为五欧的布啊，有黑就是补。那因为黑色的话会就是说对我们的肾脏，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像我们以我们颜色来讲的话，黑色它本身就是入肾。所以那个黄豆来讲，它因为它是对我们的胃会比较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有一支产品出现，很好玩。它这种完善就是说，当你的东西有黄有黑，是不是你的胃也有顾到，还有肾脏有顾到？所以它这个酱油也是很特别，就是说它可以炒，也可以卤，然后它煎煮炒炸，黄豆酱油它的种类也是很适合，就是说煎煮炒。那还有我们腌制的功能都蛮不错的。那我曾经在这个酱油的成分里面还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叫做嘌呤核苷磷酸，这又是什么呢？它叫做五次鸟嘌呤核苷磷酸二钠。哈，其实这种物质它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那合法的食品添加物为什么我们要放？因为它的比方说它有两种，一个叫做黄嘌呤核苷磷酸二钠，五次黄嘌呤核苷磷酸二钠这个产品，它是跟刚刚讲的那个五次鸟嘌呤核苷磷酸二钠，这两种它本身的化学组合，就是它的组成分子，它是比较类似香菇，就是像那个昆布，还有就是柴鱼这种的，它跟它的组合分子的那个鲜度是很接近。那因为我们消费者他们喜欢说，我们是不是要鲜？因为我们嘴巴里面不是有五味吗？很好玩哦。我们嘴巴不是酸甜苦咸，还有一个后来发明的叫做鲜。那你觉得辣是什么？很特别哈。我们会觉得酸甜苦辣，只有不是辣，酸甜苦咸。鲜，那鲜是后来被日本人发现出来的。对啊，就像我们吃药的时候嘴巴怕苦，所以我们会就很快吞下去，苦味在我们的后段，甜是在我们舌头的前面嘛，哈，那鲜是它不分布在我们整个味蕾。那鲜很好玩哦，这个鲜其实是藏在香菇、番茄、绿茶，好，这个里面都有我们所谓的鲜这种东西。那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很厉害，就是说有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就把这种鲜带进来。那有些酱油你就会看到，为什么它吃起来特别鲜？那它假设跟我们的味精，我们家里炒菜的味精放在一起，它的那个鲜的提升度就会加成，会让我们的味觉更加满足。好，总干事，接下来我们想知道是怎么样保存这个酱油。这一般的婆婆妈妈其实在煮菜的时候啦，这酱油就放旁边嘛，然后弄完以后再继续放旁边，这样比较好拿。但是其实酱油常常上面会写说开封后请冷藏，
那我们究竟要怎么保存才是最好的呢？其实冷藏也是一个重点，但是因为冷藏你假设没有固定的一个就是瓶瓶罐罐的柜子的话，其实有它的缺点，因为酱油它本身是会吸收味道，比方说你开封以后它会比方菜里面啊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又有豆腐又有什么，它超过一个月以后，哇，你一打开什么菜味都有了。所以就是如果是放冰箱，就一般的冰箱里面的话，你跟菜啊豆腐啊这些放在一起，一个月后你可能你的酱油因为它会吸收别人的味道，然后它就会闻起来会有菜味跟豆腐味。这应该有可能。好，那所以呢应该要怎么保存才是最好的？我们建议就是有专门的瓶瓶罐罐的柜子。其实柜子是不是冰箱的意思吗？冰箱，对，现在的冰箱很贴心哦，现在有专门的就是调味品的置物柜，冰箱的，其中有一格专门是放这些调味品的。对对对对对，这是很贴心的地方。那我们不要跟大家放在一起就对了。对对对对，因为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建议说，假设你在一个月内，你像你妈婆婆妈妈常常在家煮菜，时常用的话，那当然就不需要，只要放在阴凉处就好。但是你假设一个月两个月都不用，那你放在专门的储存那个酱料的柜子的柜子的冷藏柜是最安全的。好，那我们知道的是这因为酱的种类很多嘛，那酿造工会在酱油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因为料理无国界嘛，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扮演都是一个推广，因为你从消费者那边我们才知道说消费者喜欢什么，那接受消费者的讯息以后，我们就从通知这个工厂你们应该要做出消费者喜欢的东西，比方说现在要求要纯酿造，那我们就会推广啊，我们工会也有推广纯酿造，然后也是透过 SGS 来给我们做一个安全性的把关。那第二个部分，假设他们喜欢的是说少添加无添加，那现在就开始有无添加，对，还有少添加，就像刚刚您讲的那些五嘌呤和甘酸的东西也可以不添加，好，不添加但是技术做改良，那我们就每一年都有做技术研习会啦，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业者整个大家一起提升技术，然后保障消费者的健康，也会将这个民众所需要的反映给业者知道，然后大家一起提升酱油的品质。对，好，那一般的民众如果他想知道有关于酱油的知识呢，他可以从哪方面去获得？其实我觉得专业东西交给我们来做，为什么？当然我们在中央图书馆也有，我们工会有出一些技术的刊物，中央图书馆都有保存，但是这样的话他们看刚刚光看一个菌种他可能就不一定听得懂，那不如交给我们啊，有厂商先做一级品管，那我们开始做二级品管，那二级品管的部分我们就会开始从工厂的管理，好，工厂你一定要基本干净嘛，要达到 GHP， 然后另外一个全产品都检验，那现在政府也要求第三级品管由政府来把关，那最近政府也全面性的抽查我们酱油产品，那当这样的话我们会 PO 在 SGS 的安心平台的资讯网做一个产品的连结，那我想消费者对于品管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让消费者公开更多的资讯给他们。好，那最后呢我想帮观众朋友问，虽然在节目当中这个总干事有稍微提到，但我想知道是民众他到底在挑选酱油的时候有几个原则可以把握住的，怎么挑才是觉得这个酱油是 OK 是没问题的，是好酱油呢？基本上我刚刚有提到一个纯酿造嘛，对，纯酿造的部分因为是你就不用担心买到速成的酱油，就是所谓你们担心的化学酱油这一块，那我们希望说认明一个酱油的标章，那你有酱油标章我们基本上就有等于有双重保障，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挑选，然后刚刚有提到你回到家，我还是建议所有的消费者爱好者通通把它打开来闻闻看，黑豆也有黑豆的香味，那其实黑豆很好玩哦，黑豆它的那个香气也很特别，那黄豆小麦刚刚当然因为跟我们养生也有很多的概念，比方说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补肾，那这个固胃啊，那比方说酱油膏又有它酱油膏的风味，所以我觉得点点滴滴那这样子，只要说我们有注意到，我们去闻闻，靠鼻子眼睛看，然后还有舌头去吃吃看，那因为酱油都是好酱油的时候，你怎么挑最喜欢的，就是一定要靠我们的味蕾
去品尝。然后每一种刚刚有提到，每一种炒菜啦，各方面都有放不同的。那其实我们也有所谓，现在也流行把酱油里面加什么？加一些柴鱼，加香菇，那这样的叫做万用酱油，也可以大家试试看。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总干事。酱油身为中华料理不可或缺的要角，这讲究的是发酵后的风味。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这传统的滋味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也让您对酱油的挑选与运用更有概念。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记录新发现，我们下回见。